你大限即到，再开杀戒，也是徒然。世道总归是要清白的，恶人做得太久，就会有报应。 老人家，请问去吉润县府还有多少路要走啊？哎呀，不敢夜道，怕是到不了了，还有40里路。那世园客店就在前面了。是啊，拐过那个山脚啊，就看见了。啊，多谢了。哎，不用。哎，客官，请留步。嗯。 你也知道世园客店吗？我只是听说。啊，来，哦，好好好。哎呀，赶趟夜道不过几十里路，我看你呀，身强力壮的，还是到县上过夜吧。世园客店住不得吗？客官呐，我是看你面善，才好心劝你的，不要贪一时的远近嘛。世园客店真的住不得？ 多谢老人家。来客人了，客官，对不起，我们不接客人了。店主，你是在开玩笑吧？荒山野岭，我不住这里，又往哪里去啊？也是没办法，店里都住满了，您还是到别处去看看吧。啊，慢，人住满了不要紧。 几乎铺盖卷的地方总会有的，只住一晚，明早就走。客官，我们是为了你好，这店住不得，有鬼，有鬼，有鬼我也住。你怎么不讲理啊？给钱住店是天经地义的，你吵什么？店主，怎么回事？吵吵嚷嚷的。 也不怕惊动了客人，店主，这位客官一定要住店。哦。
你们两个真是越来越不会办事，客官要住，就让他住好了。是。啊，鄙人姓李名应，这两位是我店里的伙计，得罪，是我不好，给客店添麻烦了。啊，哪里哪里，客官请。哈，他们说的也是实话。别看店里现在客人很少。 可房子是早就包出去了，客官一定要住，我们不妨去借一间过来。啊，多谢了，请上楼，带路。哦，客官请。 客官请，这房子你们包出去了，是的，客人何等身份，有这样名贵的字画，客人倒很一般，书画是仿制的。哦，这是殿上自家的，理当如此。嗯，这样的仿制足以乱真，就是到了市面上，也能卖个好价钱。 客官，走山路很辛苦啊。嗯，啊，客官请坐，请。您一定饿了吧？多谢店主。看样子，客官不像是经常走这条路的。您是何方人士啊？中州。啊，中州，中州地方大得很呐。我们这地方也算是中州境内啊。哦。客官不像是寻常人。 在哪里供职啊？中州府上。哦，看得出来。中州府上植物很多。您是？一定要知道吗？随便问问。我是捕吏，齐天远，专管追杀恶人及拿凶犯。果然如此。其实，早看出来了。 客官，请用饭。请。我们这地方从来就不曾安静过，有个剑侠李元普黑衣黑衫，专干杀人灭尸的勾当。客官既是捕吏，莫不是来寻访他的？你说对了，我找的就是他，就您一人？怎么？ 你说我不能？哪里的话，中州府上高手如林呐。哎，要是真能拿到李元普，百姓就是吃斋，也要给您立庙、镀金身呐。您说只住一夜，山里习惯起早赶到，要不要给您预备牲口啊？好，不用，我自己走。 大人，一路上辛苦了，请喝一杯。
请。不离大人，请多喝几杯。我先走了，请随意。再喝一杯嘛。我喝。这么早您就要上路啊？啊，这就走。客官，您昨晚上睡得可安稳呢？很好，大概是睡得太沉，什么也没看见。啊，您是州府上的官人，阳气名盛，鬼怪见不得。好，客官，您走好。
哎，客官，您这是？我问你，店内谁在啼哭？啊？客官，客官请留步，如果有事，自会有店主料理。哼，武功不错嘛，你怎么会甘居人下，做端茶送水的伙计？山里人都会一星半点的强身之术，不说强盗土匪，就是一个剑侠李元普，已经让人防不胜防了。张真，去请店主。哎。不必麻烦你了，我自己来看。哦，卜利大人回来了，也好，不然的话我们还得到县衙门再请一趟，屋里谈吧，请。嗯，黄夫人，这位是中州府里的卜利。你有什么事可以对他讲？也没什么，只是心里不痛快罢了。请问夫人府上在何处啊？青州道上。啊，夫人住店好像还有同行。他们是夫妇。那她的丈夫呢？正是因为他，昨晚他说出去小姐就不见回来了，原说好了今早要赶路的。我让伙计私下里找遍了，就是不见踪影。这就对了，你们随我来吧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好。什么不好？凡是殿中要有凶信，都得先看见三朵鲜花。哦，我得在客店住下来了。小女子给官人见礼了。官人，有人来了。啊，谁？你是谁？是人还是鬼？我叫梅英，芸芸中人，官人应该看得出来。在世园客店祸害人的就是你吧？官人错了。梅英只身一人，
终日只能与山花野草作伴，哪里会去祸害别人？我来两日，就见了你两次。客人如果是寻常百姓，早就吓得惊慌不安了，怎么不是祸害？18年前，我与姐妹住宿客店，被李元溥杀害，大仇未报，我怎能离去，不留在此地？又去哪里？看来，你还是个屈死冤魂鬼。官人这样说话，我只好告辞了。慢着，昨天夜里是怎么回事？李元溥杀人越货。李元溥？我追捕的就是李元溥。可昨天夜里你为什么三番五次的阻拦我？看来好人做不得。李元溥一方称霸10多年了，没人治得了。官人年轻气盛，我只担心你太冒失。笑我，我既然敢来，难道还怕他不成？官人是中州府上的捕吏，正是人逢得意时。我只不过是一孤魂，游荡18年，盼的就是报仇雪恨，自然不能看着官人出意外。你让李元溥从我眼皮底下逃走了，又如何替你报仇雪恨？小女子别无所报，只好借花献佛，敬茶一杯。官人请用茶。这是干什么？山上无人采得到的茶花，官人不妨尝尝。如何？不过如此。言说要细细品尝，哪有一气喝的连茶根也不剩的。官人不怕我下毒吗？谅你也不敢。我真的不怕。你真的敢下毒？官人还是信不过我。难道身为魂魄就这样让人厌恶？我并没有厌恶的意思。姑娘见谅，请坐。只要官人信任，我哪敢有怨言？不过是荒野游荡太凄苦了，悲从中来，让官人见笑。既然你也要找李元溥报杀身之仇，能不能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？我也不知道。10多年来他总是来无影去无踪的。你小心，有人来了。形势险恶，你要小心。是你啊！嗨！嗨！喂！
话，说好晚上要有守夜，怎么一到半夜又偷懒？快请卜利大人。不用了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卜利大人，李店主，刚才凶犯又到了黄夫人的房间，我都看见了。夫人如何呀？还好。哎呀，幸亏您来了。王夫人说，要是晚了一步，她只怕再没脸见人了。店主，刚才凶犯就是李元普。李元普，我怎么了？怎么上这儿来了？果然是他。大人，请到我房间说话，这里不方便。请，请。哎呀，店主，快走，快走。大人请。莫非李店主的字画也是仿制的？是的，真品一来买不起，二来难以寻到，就是寻到了，谁又敢挂出来招摇啊？大人请坐。这是阴阳八卦。是的，是家父留下的，有个粗通巫术的朋友来客店小住，说是店内邪气太盛，就为我们画了这道符咒。这山里头狐鬼妖魅不绝啊，我们又没有其他的办法，只好就供着，不过聊以自慰而已啊。听说十多年前李元普就到了此地。是的，我请大人来想说的就是这件事情。也许我被他打搅得太久，竟会生出另一种想法来。大人请坐。有什么想法？李元普并无其人。哦，并无其人。对，您是闻名的捕吏，找的正是李元普。为何你到，他也到呢？要是我的话，会先避开的。他如单奔我来，也不会这样藏头露脚。而且，我想他也不敢。那么，会是谁呢？您是州府上的，自然比我们山野村夫聪明了。说来说去，还是狐鬼作祟，使得障眼法。大人明察，他能变成俏丽佳人，自然也能变出个李元普来呀。查了十几年，李元普不过虚有其人。哎，也罢，明早我先到吉润县上，他那里的县尉据说是李元普案子的专办，比你我知道的多。黄夫人的事儿你就先照料吧。好，拜托了。不敢。哎，站住。哎，来来来来。走吧，快点快点。你站住。是，走吧。哎，站住，干什么的？我是州府的，要见你们县尉。我去通报，请稍后。哎，站住。好，走吧。快点。哎，站住。怎么回事？大人，我家女人雪崩要出城到二十里店求神医赵贤忠诊治。哦，我看看。城里有的是大夫，到二十里店来得及吗？都没治好，就是他们给耽误的。您看这，好吧，走吧。走。快点。县尉来了。就是他，捕吏齐天远，拜见县尉。久闻大名，幸会呀、城里这般戒备，莫非出了什么大案？今早午经的时候，县城天字第一号的富商全家被杀，金银财宝
被洗劫一空啊。据说从江南带回来的紫玉香炉价值连城也不见了。难道就没有疑犯？有嫌疑的都抓起来了，可都不是。跟我来，驾！快走，走，师傅。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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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住！站住！力齐天远，果真是名不虚传呐、啊！你们也不想想，往日上山的坐轿的只用两个轿夫，他一个弱女子，却要你们四个贱汉来抬。你们不是很蠢吗？既然是得了血崩急症，这样鲜血淋淋的，县城里的大夫再无能，他也该先止住了血再往外走，哪有这样急匆匆就奔二十里店的道理？我们当差的不能光瞪着眼珠子呵斥百姓，凡事要动点脑子。李元溥祸害本县方圆百里，十多年了，总也查不出个眉目。都说此人武艺高强，使得一把好剑，人称剑侠，连武林高手都惧怕他几分呢。哦，听说吉润县原有个老县令，名叫梁元，早先李元溥的案子是他专办的。哎，就是这个案子，他丢了官儿。啊，他就住在前面不远。午后我们一道去，啊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吧。啊，哎呀！哎，各位老少爷们儿，哎，慢着啊！哎，谢谢谢谢谢谢这位相公，哎，谢谢这位大爷，哎，谢谢了。尔等闪开，我乃剑侠李元溥是也。抓抓李元溥，抓死他，杀死他！好不识抬举，就这样走了。你这唱戏的粉面小生，也敢冒充李元溥，不怕闪了舌头？大人，
小生假冒李元普，也是事出无奈，承蒙大人危中救难，我这里谢过了。大人，你放过我们吧。你冒充李元普，是为了他？大人明鉴。我们俩从小青梅竹马，只是戏班班主太强暴，把我赶走，迫不得已才借着李元普的名抢他过来的。想不到你这种人倒也有几分侠肝义胆，不过你可要当心呢、啊、如今到处捉拿李元普，你可不要引火烧身。起来吧。谢大人。谢大人，一切请大人做主。有我在，你们可以放心。不过请你们也帮我一次忙，替我走一趟世园客店。世园客店，你们听好，在离县城40里外的山里头，给你们呢包上一间客房，你们俩去共享天伦之乐吧。这大人，我们两个还没成亲呢。这不妨事，我当月老，此刻你们就拜天地。哎，说了半天你俩叫什么名字？小生姓吴，吴云，他的艺名是彩燕子。小女再谢大人成全之恩。好，那你们也不要再耽误了，现在就动身，傍晚可以到世园客店。哎，不过要记住，在那里千万不要提到我，只需小心客店里的动静就是了。是是。是朱府上的捕吏到了吧？捕吏齐天远，见过县尉。县尉的头衔我早就没有了，是为了李元普罢的官也好。静下来仔细想想，很多破绽也就看出来了。哦，你能看出其中的奥秘？不全是，他已经死去多年了。不对，我昨天夜里还见过。18年前，人们见到的李元普，证词都是此人的年龄40上下，浓眉黑须，矫健异常。你想想，18年后，证词却依然没有变化。你也是习武的人，年近60了，还能这样吗？不过就此结论李元普已经死了，恐怕还为时过早。那么现在的李元普又是何许人呢？为什么要装扮成李元普的模样？有件事我不得不说了。6年前，吉润县令要我务必在30日内抓到李元普，我只好对李元普使出了暗算的绝技，箭头都进了毒，只要见血，10步之内必定封喉。前辈，您从此我就再也看不见了。现在还有一个李元普，如果不是真人，就只能是鬼怪了。有人确信李元普有其人，有人又说李元普无非就是鬼怪，而你又证明李元普早已中箭身亡。你要记住，自古以来都是人祸
甚于鬼患，灭了人祸才能有天下太平啊，灭了人祸才能有天下太平。卜立大人请坐。啊，罪犯我过堂了，这是他们的供状。李元溥果然来过，老先辈梁元猜着了，他说到紫玉香炉的就是李元溥，罪犯供认就是这样，这就对了。先辈大人，我马上回世元客店。把灯笼挂上，把贡品摆上，来，这快点，把贡品摆上，快点。大人，你刚走两日，客店又遭劫难，死的都是买卖人。是啊，这些人都是跑单帮的，只好店里替他们做道场了。哎，房钱收不上来，还要赔上许多，我这个店怕是要关门喽。哎。把那有这个店，店主别再住了。哎呀，你是人呐，反正我这不能住了，不能在这住了。把那个拿去，不是是走吧？是啊，赵老板，这个地方待不。李元溥，走吧走吧。什么时候又来客店了？不知道。伙计叫客人吃饭，才发现他们死在客房里头，金银细软都给抢劫走了。哦，尸体边上照例还留着三朵鲜花呢。哦。依然是狐鬼变作李元溥杀人，该说的我都给大人说了。反正缉拿凶犯是大人的责任呐。那是当然。不过往日客店出凶案都是数月一次，自大人来了以后几乎天天都有，这就有点奇怪。是我和彩燕子。大堂里总是有人，只好走旁门左道。大人房间里怎么也有这些花？怎么，有什么不妥？死的住客身旁都有三朵小花，店里的人说，他是恶鬼杀人的凶兆。你们见到没有？我见到了，就在死人身上。听其他住客说，半夜见到白衣女子从死人房间穿过。哦，难道真是这样？大人要当心呐。我也想看看究竟，你们也要多当心，不要让人看出破绽来。嗯啊，我们走了啊。好，走。走，官人别来无恙乎？客店又出凶案，你倒是毫不在意。在意又有何用？官人在意过我吗？当然。可为什么每次有凶案都有你的踪迹？我不过表达对官人的期待，山花遍地都有，为什么非是我呢？这就奇怪了，你认定实实在在有个李元溥，而吉润县的老县尉又说李元溥早已死了，还有人说就是你在兴风作浪，你说我到底相信谁的？李元溥死了？哪有这样的事？我是明民中人，
世上的变化我不敢说，但李元普真要死了，我不会不知道。你真是李元普所害，妾身大仇岂能有假？可是你知道吗，有人亲眼见到你在死者的屋内。说来说去，官人还是怀疑我。想不到在荒山野岭苦熬等来的会是这个。也罢，我从此去了，倒要看看李元普会不会就此罢休。哎，没用，没用。我已差人去请法师了。法师？对，驱魔辟邪，永保太平。望天后，朱雀玄武，青龙白虎，遍撒天罗地网，鬼魅难逃，神魂一旁。知天罡，挡我者死，知我者亡。太上老君，你的不知这法师有没有那么大胆量，必死刑。我已请动金甲大仙，咒符已将冤魂镇住，待长香燃尽，鬼魂便休矣。嗯，更天御真邪恶大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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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官人，我被他的长香围住了，求你揭掉咒符。更天御真邪恶大吉，官人。官人，求你救我！这邪恶大计，这邪恶大计，更邪恶大计，更邪恶大计！官人，求你揭掉咒符，救救我！这邪恶大计，这邪恶大计，这邪恶大计，官人，邪恶大计，邪恶大计！当他长枪烧尽时，我这次魂魄就再也保不住了。官人，官人，我冤枉啊，我冤枉啊！官人，救救我！官人，官人，你身为捕吏，本应除暴安良，为何善恶不变，见死不救？官人，救救我！官人，且慢。法师且慢，请问法师，供奉的是哪路神仙？金甲大仙驱鬼降妖，我已将他请出九天。
你扰乱法堂，当心报应。法师既然请得动大仙驱鬼降妖，我问你，此地已被李元普祸害了十几年，为何今天才登坛做法？你念动真言，四野皆惊，李元普却为何至今还逍遥法外？人称你为仙，你必得人的善报。像这样妖气沉沉，黑白不明，你何以为仙？何以称神？你这是假借神仙之名，欺辱善良，你助纣为虐，功你何用？嗯，你休得无礼。哼，嗨，大人，妖魂害人你是知道的，法堂扰乱不得呀。他既为魂魄，劫人钱财又有何用？妖魂杀人何须动用刀械？这分明是有人移花接木，嫁祸于人。这哎哎，大人，你敢抗命不从？不敢，大人随便吧。周府里的捕吏我们惹不起，退下去。哼，嗨，谢谢官人搭救。夫人，捕吏大人来了，请他进来。请进吧。嗯。啊，大人请坐。夫人找我何事？大人，想不到这家客店的情形会这样险恶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想听听夫人的打算。哎，丈夫这次带我千家京城，可是刚刚上路住店就遇害身亡，我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心里真是乱得很。你们为何要投奔京城？我丈夫是靠祖上留下的家业经商的，几年下来也算发了财，可是远亲近友都放不过他，几乎天天有人上门借钱，加上我丈夫他也想到京城再图发展，所以我们就上路了。这么说你们把家产也带上了？嗯，是这样，你来看。嗯，既然家里回不去，你还是到京城吧，有这么多钱财，享受荣华富贵是不成问题的。我一个弱女子到了京城又有什么用？这几日都看到了，李元普杀人越货不分老幼，万一路上再生意外，还望大人替我拿个主意吧。这样吧，我再和李店主商量一下，先把钱财寄放在他这里，你也只好先住下，等我有了眉目再商量。大人打算在这里常住吗？当然，我找的就是李元普。
有大人做主，我心里才放得下。你们要多注意黄夫人的房间。嗯。我一直在想，李元溥每次窜出客店，为什么一眨眼就不见了呢？这……大人，你是说？我再仔细的想一想。哎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好。绕道回去，大人多加小心。嗯，走吧。卜立大人，卜立大人，卜立大人，在此可有事啊？我想找找此地有无暗道机关，不然李元溥为何一窜出客店就变得无影无踪了？山里树多林密，藏起个把人来是很容易的。围住他，围住他！哎，那边出什么事儿了？时近秋末了，山里人合伙围猎，打些飞禽走兽的，预备着过冬。围猎？不离大人，山里围猎可是很危险的。我去看看。哎，不离大人。卜立大人也来参加围猎，怎么，难道不行吗？小的不敢，只是围猎比较危险。啊，这是什么？鹿头啊！猎鹿先要将鹿引出来，带上鹿头，再学它的喊叫，母鹿可就上当喽。你看，就这样。我来试试。很好。前面就是围场，如果您愿意，您可以慢慢往场子里引。等到母鹿进来就可以捕捉了。哦，不过只能伤其皮毛，不可断送性命。为什么？受了伤就可以慢慢养着，冬季大雪封山，住客就有新鲜的鹿肉好吃了。伯利大人小心点。糊涂的东西，野鹿还没有到，怎么向大人动手？还不快向卜立大人请罪！卜立大人请恕罪，在林子里待久了，大伙儿都有些着急了。不是说不能伤害野鹿性命吗？照你们这样，也叫为猎啊？刀使得久了就会知道，杀人其实太容易。张天，哦，你敢站过去吗？这。哎，你们几个用布把它围起来。单刀的妙处在于它的力道可猛可弱，可轻可重。嗨，嗨，嗨！喝一杯呀、啊！
这会儿你胆大了，不怕那位捕利大人？捕利大人，但愿他回得来。捕利大人，有胆有识，武艺过人呢。刚才我已领教了，我想请大人也到后面站一站，怎么样？嗯？啊，周府上的捕利大人出不得意外，还是我替大人一试吧。哎，他们请的是我，当然还是我来。哎，用布围起来。大人，得罪了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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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啊，哎呦，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美英。你倒是随了心愿啊！可怜我的夫君，皇权之下还是个糊涂鬼。我这个店替李元普背了十几年的罪名，别人不知道，哼，还不清楚吗？不是你杀的黄狼吗？你我虽然一见钟情，可也没到杀人见血的地步啊。我说哪有这样巧的？难道真是李元普？那天晚上，你不是见过李元普吗？啊！我那些脸谱还会再来？李元普是恶鬼变换的。不过我这屋里有阴阳符咒，他不敢来。你若是害怕，就先把钱财移过来。你放心，我这个人呐，对钱财一向看得很轻。你若怕我私吞，那就拿走好了。哼，你别生气嘛，我连人带钱财都归了你，还不满意吗？都说客店里头闹鬼，你就是一个大鬼。这是你的栖身之地呀、啊，官人，要不要掘开看看，里面有多少李元普的赃物？我毕竟不能料事如神，梅英，还是我的气吧。岂敢，我还要叩谢官人的救命之恩呢。我该谢你，不然又多了个刀下之鬼。哎，真那样也好，可以终日与你作伴。官人还是不要太鲁莽，世园客店杀气摄人，千万不得大意。为了你，我也要找到李元普。可是李元普踪迹难寻。我想现在清楚多了。哦，世园客店我也不是都能进得去。阴阳咒符，店里理应的密室一定供着巫师的咒符，难怪他那里妖气逼人，靠近不得。捕获了李元普，我就要离开。可惜我们人鬼殊途，纵有千种恩情也是枉然。官人，如果真是有情有义，就是到了天涯海角，我也一定相随。美英，
我本是山外的人，十八年前与同村姐妹赶阳春三月的灯饰，欢天喜地往吉润县城去。多好看呢、啊！走啊！哎，灯会可有意思了，是吗？那我们就去了。是。哎，姐姐你看，姐妹们夜宿世园客店，半夜忽然被惊醒。世上害人的就是人自己，从来都是先有恶人才有怨鬼，倘将恶人灭绝，世上也就连鬼都没有了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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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大人，这李元甫来无影去无踪，连大人您都奈何不得，我这小小的客店更不在他的眼里了。看来你们已经被识破了，要不然不会对你们下手。大人，如果真是这样，就让我们引他上钩。不，还是我来，当然也离不开你们。我岂能败在他的手里，非要看看他的真面目。曾平，店主有什么吩咐？明天你们几个把黄夫人的行李搬到客店库房去。是，黄夫人说，这是卜利大人的意思，他家的财产先存在库房里。
李店主，这么晚了找谁？啊，黄夫人，明天她的行李入库房，总得先安排一下啊。我也要找她，行李是要换个地方，啊、不过不是你的库房。布利大人，这都是你的主意啊。对，我改变了主意。李元普神出鬼没的，还是先送到吉润县府，这样比较安全。那黄夫人呢？也到县上，不能把人留给李元普啊。拜拜，都小心一点，快点，快搬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弄成这样？不是说好了吗？吃里扒外的贱货，竟敢勾结他来算计我！我不过是照卜利大人的意思办。到了县衙门，你也就安全了。拜拜拜拜！哎，当心！箱子太重，钱财装的太多，哎，都小心一点。伙计们，要快点啊！山路可不好走啊！布利大人，车捆牢了没有？哎呦！哎呀！条胳膊何时受的伤？说，围猎时摔的，伤了好几天了。卜利大人，他是店里的老伙计，性子不好，你多担待。哼，我倒是劝你要小心，如果风言风语传出去，说世园客店姑息养奸，这店还能开吗？你是把昨天的李元普认成他了？前次进山围猎，他受了伤，这大伙儿都知道的。哼，但愿是我多心，到了县上就知道了。走吧。走。起轿。来人！哎呦，卜利大人，哎呦，卜利大人，怎么样？我的腿完了！快抬到店里去，快一点！哎呦，来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慢点，喂过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卜利大人啊，腿怎么样？李店主，县城。我今天是去不了了，黄夫人的家产派人好生看守，我写封信请人尽快送到县衙，让县尉派人连夜赶来。好，取笔墨来。哎呦，李元普，我等了你好久了。哎，我早料到你会来。
到哪去了？乌云，你醒醒！乌云，是我。彩燕子，你们来了。乌云，美英姑娘。
听一下，你们知道不知道哪有神医呀？我这个闺女生下来都18年了，出世就带着痴症，不说也不笑。我求遍了天下的名医，可总也治不好。是这样。哎，都18年了，真叫人揪心呐。老人家，客房已经备好，请安歇吧。来吧，这怎么生下来就是痴呆呢？可这小是治不好，太可惜了。官人，嗯，梅英，官人，我原说过，只要你真心实意，我就等你。至今。已经18年了。你是说他？18年前我就转往了人世，只因我大仇未报，才立誓魂不附体。今日遇见官人，此愿了结了。哎，梅英，梅英。18个春。